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因为我刚开了一个盒香薰，我老觉得这平房吧潮，一点香马吭吭的就呛得我咳嗽。然后这个呢，据介绍挺好的，你看我刚给打开了，打开以后研究了一下，它这个哈有一个这样，你看往下一扒这么一个盒，这个电池哈都是带的一套的，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，你看它有一盖儿，我给拧下来扔了，把那拧下来往上一插，它这个香哈。香水就跟香水似的，香的，像什么植物精油、挥发溶剂、蓝风铃、香格里拉、希尔顿，都知道希尔顿大酒店吧？是不是那希尔顿呢？我就用的希尔顿501号的，它一共有6个香型，你看往上一翘，哎，不是往上一卡就行了。然后它发这么2个片儿，哎，这个片儿，双面胶，你给它粘上啊，这边你可以固定在啊你想固定的位置。我说固定，老张不让，老张就嫌乱。然后这底下呢就是开关挡，我离近点你们看啊，你看啊，操作特简单，就摁下边这个，你就摁一二三四五5秒吧，这是蓝灯，你尝了吗？就是加香5秒，你看现在飘着呢吧？加香5秒就停了，停10分钟。这上有我的名字，然后再摁一二三四五。5秒吧，再一摁就变成橙色的了。橙色的，你看，又开始加香了。现在，这是你看，这上是加香5秒，暂停7分钟。你看，现在不飘香了。然后再啊，再摁，一二三四五，该紫色的，你看变紫了。紫的就是加香5秒，停3分钟。现在加香，让它停。你越让它停的时间长呢，你就让它蓝色。一二三四五，再加香就蓝色，这不就变蓝色了？现在就加香5秒，停10分钟。你看啊，操作特简单，我就给它粘这儿了。你看你想换的话，你就这么一错，就这么就换了。哎，行了，用双面胶给粘在杯上，一摁这儿就行。现在它自动停了，停10分钟，再5秒。这个味道非常的柔和，它不呛啊。我的嗅觉特别敏感，所以它很淡的啊，很淡的。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呀，啊，或者厨房有油烟味儿啊，哈，像平房比较潮啊什么的那种湿啊，就哎放这么一个，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啊。而且它现在是活动啊，有活动价，就比原来便宜了一半，比原价啊这个价格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把它放在橱窗，还有视频下方都有链接。如果喜欢这个小白啊，它叫什么？小白香氛机的 就可以下单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好物分享啊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